他已经死了。我应该瘦身的，他瘦身过来有按的。来啦，让我瞧瞧十万分的有没有比我们行行还厉害。YOLO 认证，十万 gear 有没有比行行厉害？好像差不多，好像差不多强啊！不行啊！原来你也是个，原来你也是个，哎呀，跟行行差不多水平嘛。他也是这样死角落的，应该是没问题啊。呵，来啦，战歌三十秒节奏来啦，三十秒解决你。十秒要过啦，干，我刚折错了，没事。哎，我这次有看兵。第二时间 V 闪，他要发气功了，他要发气功了，他要发气功了。三十秒过啦，输了，这场算我输了，这场算我输了，算我输。但是你还是要死啊，这场算我输，你还敢跳啊？啊，这场算我输了，算他赢，算他赢。虽然账面上是我赢，内心里面算他赢，算他赢。我刚刚角落那个折错了，我应该速摔的，因为他前面其实解摔蛮多的，我想要盖个头，但就要给我速点，我速摔赢了，真是的，可惜失误了一个，不然三十秒解决他了，可惜可惜。刚好可以打格斗的 PC 哦，大概要三万块就够了吧，三万块左右的就够了，只是那个规格要统一啊，规格要统一，不然都有比较麻烦一点。因为行行的实力跟十万分的差不多，行行的实力跟十万分的差不多，那就这个人蛮喜欢速点的哦。后面他改了，是不是改的蛮喜欢速点的？嗯 ，Final finish， 架，我以为还会架当身。第二时间啊，看你娘！哇操，他那回后说啊，他那个手，救命啊！不呢，放枪啦，会紧张是不是？你再给我速点，哇操！你爆！啊！我知道他要速点的，干、啊、干！我没压好，怎么是当身啊？我觉得他要起身要动了，说靠呗，怎么是当身啊？妈的，这家伙，这家伙的解摔就真的蛮多的，这个人解摔真的蛮多的，速点也蛮多的。我这次直接速摔，你再给我速点嘛！速摔你，哎、欸，我速摔呀、啊，哎、欸，那个，先逼反啦、啊，退个坑怎么样？你他妈再给我解摔！哈，早就已经知道啦，兄弟，早就已经知道啦，你所有的动作已经记在我脑海里面了。基本上这个灯是不可能会输的，真的，基本上这个灯是不可能会输的、啊。速点。速点！哎、欸，看你鸡掰，真的很爱啊！我当身，这给你，这给你，这给你，来嘛，压我嘛！你再发气功，他怎么会防凹的、啊？他怎么会防凹的、啊？干完了，好像比亚洲统神强。靠呗，他会防凹。他妈的，统神不防凹的、啊，哇！差不多，认真啦，速点！你还敢第一个时间凹当身？我压你，延迟。有啦，这个插盒晕了吧？哎呀 ，OK。哈，どうした、ユキ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
那你还敢吼吼？我知道又凹当真了，对不对？又凹当哎，我的六六嘞，这插盒有点东西，又要当真了，对不对？不敢动。第二时间了 ，OK。干，这个人真的他妈数点算很多呢。我就知道又要当真，他妈的，你有几根吗？我都知道，你有种凹我绝招吗？你有种凹我绝招吗？不敢动。哦，饶我一命啦！你带不带绝招？我不会死，他要 reset， 他要 reset。轻脚，轻脚。哎，不 re 哦，带我绝招嘛，带我绝招嘛。你不带我绝招，等一下就死了，等一下你就死了。啊，看他带了，他带了，看很聪明这个人，看很聪明。干很聪明这个人，其实有一些人想要省气，他刚刚就会用那个中手轻脚轻脚换边的，我都已经挡好了。干，叫他居然直接带绝招，干这个人。但是你知道这个灯他必定会输，因为我有三颗气啊，他没办法发波的。你看这距离，他不敢发波的。我操你！哎，这卡林的穿波是不是有点慢啊？卡林的穿波好像有点慢哦，凹一下，你不敢动啦。重手我吗？哎呦，操你妈的！我真的是要受不了啦，不敢动，不敢动。哎 ，OK， 还是不敢动。OK， 延迟动，有了。OK， 哎，好像我他妈绝招他死了，触点。我他妈的 ，OK。哎哎，放错了。早就知道你要动啦，哼！看我刚一瞬间，妈的，我的绝招刚好满了，我没注意到，不然绝招他死了，吓死我！刚给他机会，他自己不中用啊，哼！吓死我！我昨天才知道月熙的年纪，我月熙真的看不出来，真的看不出来年纪长这样。我觉得他很漂亮哎，老实讲，但他个性就真的是男生。这种东西说，我把你当弟弟，干你俩超好笑的。不过月熙也是那种个性很好相处的，我觉得也很不错。好，看起来这不是外挂。噔噔噔，哦，噔啊，不是外挂，不是外挂。啥？哇，鲁多。哎，居然站着，35啊！我不知道月熙有公开过他的年纪吗？因为我不知道女生年纪不要公开。如果他没讲的话，就不要讲。他没讲就不要讲，因为我是昨天第一次知道月熙的年纪，但我真的觉得她很漂亮。他个性就真的是那种很好相处的人，就还不错、哦。我认识的女实况主大部分都是这种感觉，就不会想说，就来看我比较红啊，你们不红，然后就会有那种优越感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就是正常跟朋友相处，就是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这种很喜欢。1988哦 ，Google 找得到对不对？哦，那可以，那可以。有些人会查不到啊，有一些人查不到啊。噔，哎 ，Oh my god， 莫行的，他已经死了。我应该瘦身的，他瘦身过来有按的，我应该瘦身然后出绝招的。我应该瘦身出绝招的，我干嘛不瘦身啊？他妈的啊！他瘦身过来还有按轻脚啊，鸡掰嘞！干你娘！